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鹊桥鲜虾堡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可以加点淀粉，让汤汁变得更浓稠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爱意的方式，我的方式就是给他做饭，淋上调好的料汁。天气慢慢变凉了，一碗热乎乎的鹊桥鲜虾堡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